心心念念两年，每一次安排都永远进不来，永远就是进不来。锦州。今天没有啦，太娇啊！中了，中了，中了，中了！好爽啊！好爽啊！好会酸啊！这支影片由 Surfshark 赞助播出。在2087年的时空背景下，后里谢和多利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跨越了螃蟹与鱼的关系，相知相惜。不是啊，导演，说好半万里蟹，怎么变后里蟹了？还只有两只蟹脚，搁几斤干嘛？咱们预算有限，共体时间，这不是海底世界吗？片场下气泡，气泡来了！海底世界，海底世界，海底世界，螃蟹进场，是。螃蟹和多利鱼。要好的朋友，这2087年的今天，钓一只鱼成为了当今最火热的钓鱼频道，且与日本钓鱼协会签约，每部影片优先于日本上映。钓一只鱼的影片都在日本抢先上映，过一个月才到台湾呢。现在才几号？当然还没看过啦。聪明的我，因为每次都会等不及看钓一只鱼的影片，所以我都会先偷偷游到日本，用日本的网域就可以先都看到啦。哎，你家马桶借我一下，我先走了，拜拜。多利鱼真是太聪明了，知道透过我家的马桶冲往大海，是他前往日本最快速的方式了。你好，这里是后里蟹，请问找哪位？后里蟹，我是多利他妈妈，多利鱼他也往日本的途中被钓客钓走了。Oh yeah！ 你说多利鱼被钓走了？为什么不用 Surfshark？Surfshark VPN 提供虚拟私人网络服务，任由我们将上网的 IP 位置从高空300英尺任意降落至不同国家网域，直接解锁受区域限制的隐私内容。即便你人在台湾，也能第一时间收看于日本抢先上映的最新影片。画面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当我切换网域位置时，立刻从影视平台上得到最新的漫威影集呢。例如热血的钓一只鱼，内容讲述一个平凡无奇的大学生如何从毕业之后找工作之后进入科技业之后一事无成之后，决定将喜欢的事情融入生活，因而踏上钓鱼宗师之路。更棒的是 Surfshark VPN 提供一个十足安全的环境进行网络浏览。要知道，当我们透过行动装置探索网络时，有心人士也能够透过我们的 IP 位置进行追踪或资料窃取。 Surfshark 以军事等级 AES256 加密演算法加密，确保我们与网络探索时隐私仍旧安全无虑。身在这个重度依赖网际网络的时代，能够透过 Surfshark 触及更多原本受区域限制的内容，同时获得足够的治安保障，绝对是我们做过最划算的决定。因此，我正式宣布，现在订阅 Surfshark VPN 服务，输入优惠代码 OneFish， 即享 83% 的优惠折扣，一次订购两年，还加赠免费3个月的免费试用。更棒的优惠在这边，时间限定，全部都是疯狗流。你还在等什么？有这样的服务需求，快点去使用！
我答应各位，这部影片不会再有更多的广告，正片即将开始，我们一起看下去吧。哇，很大嘞！拖鞋臭。拉杆有效哦。阿早，我们真的是很开心可以来到洞庭。没错，心心念念两年，每一次安排都永远进不来，永远就是进不来。啊，今天总算进来。而且现在是免费的哦。现在是免费，之前一次要450、350，啊，现在不用钱，记得上网登记。不懂怎么登记的来问我，我会给你连结在影片的下方。那今天就是用3块神盘来计价。好。先来考几点。那垃圾我们可以先把它收好，这一块当全家用。要碎？要太碎吗？不用太碎吧，冰块一半碎一半全，因为它已经退了一个晚上了。OK， 好，那加油粉。一般来说，如果我们来到鱼草比较多的环境的时候，我会选2包粉，一包是比重比较轻，一包比较重，因为它的落下速度不同，会导致你的钓棚是全用诱饵是全永成的，所以鱼呢可以小鱼停留在水面，那大鱼在水底，我们只要有办法把饵送到水底，就有机会中鱼。嗯 ，OK， 所以一般我们在调的时候就是一包轻的配一包重的，因为今天没有什么流速啊，所以我重的不要加太多，不然我的诱饵会太沉。所以我白金鲈可能加半包左右而已。一般的调法就是先加魔力锯这一包，然后把它调成粥状之后，就是有点像魔丸一样，然后再拌白金鲈下去，它的粘性就会出来。只有回忆发出的闷香，越听越觉遗憾，我可不可以什么都不想。我跟小虾买了那个罗志祥的演唱会门票，怎么跟大家讲？我们其实不是他的粉丝，但是我们对于就是他从这种低谷要重新再站起来，这种觉得很想去看一下，因为人都要学习怎么从低谷站起来的。嗯，所以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他，我们想去看的原因在这边。早上第一位，象鱼，扎一下吧。大概不到1斤啦、啊、但是是拖鞋等级的。对，拖鞋。这个刺一下你就今天快乐比较多。直接给他嗨起。加点水。水就少量多次啊，除非你已经很熟悉它的量。因为南极它本身也会有退水的情形。嗯。这个是枫木的，好酷，以前打棒球就是。棒球握法的，对，枫木的材质。这个啊，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加法，因为今天流速没有很快了，我不会加太多，不然我的整包粉会变，整桶饵会变太沉。拿半包就好了。套句狗哥说的，加一包老板就要收钱了。所以加半包不用。老板说半包不收钱，一包要收钱。第一次啊，真的是第一次来东体，好开心啊！来那么多次都没有机会。对啊，没有真的。压压看 ，OK， 那它可以这样结球，可以变成一颗，这样就好了。嗯，你看漂漂亮亮的，很会调。啊，这个南极虾，下面剪个袋子，它等一下漏水就会滴出来了。
哎呦，好，就不会暖了。好聪明啊！哎，他中了，中了。应该是旋转的，旋转的也好啊。啊，干嘛？大吃一惊！不用，不用，不用。是磨断还是我太冰了啊？脱钩的样子，脱钩啊，还在。他的发力我没有跟上。没拉着。对啊。锦州。哈哈哈哈哈哈！刚涨到而已呢，涨到什么意思？五哥刚站起来就下去了。大哥，请问一下这里什么钓？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的钓组吗？就短天，两天的短天。子线要接多长啊？三旬对折。三旬对折两钩。对，两钩。哦，看起来是很厉害的在地阿伯吗？还是？在替年轻人，哇，直接拉杆哎！你用几号？三号啊！哇，好凶！磨到断掉，没问题，再来吧。钓两只哦。对。太难了，那刚进来。
掉，有看到吗？看不到啊，没关系，再来就好。有了，你今天有玩到了啊？好可惜，没有看到。真的？断这边，断在直线中间，应该磨到了。哦，再来再来，哇，还咬了。汉如雨线，刚才是不是有人帮你拿捞网？啊，我以为要起来了。什么东西呢？鱼挂超重。啊？鱼挂超重。好了，白毛，小白，海奇，很厉害。很有拉力的感觉。开启，我一脚后，好热啊！今天真的热。花莲港啊，它一般是四点收礁，然后我们今天钓完了，这个黑八仓很咬，这个燕鱼很咬，非常的咬，白毛黑八仓，然后雕啊，哦，这两天一直遇到大雕啊，好可怕。嗯，从三号线有一杆很可惜，已经拨很久了，还是断掉。如果大家有机会来花莲港，可以体验一下。以前钓一次要450块。450吗？今天对，现在不用钱，你就提前预约，让它可以保险就好了。好了，现在钓鱼，夏天钓鱼真的是很热，钓到快虚脱了，然后断的也很开心。那离开的时候记得把垃圾收走。好，大家辛苦了，天气很好，赶快钓鱼，拜拜，谢谢景宗。